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アニです。ようこそ今日の桜スレッシュの第23期里。23章呢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一点主题的东西。虽然也是动画，已经固定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游戏风的动画。游戏风的动画就是指在动画中有一些游戏的元素，像是 online game 的元素啦，有一些血条啦、技能什么的一些元素。那这种元素，大家第一个想到比较流行的，应该就是 SAO 吧，《刀剑神域》。好，那这部动画，真的是蛮成功的，非常的流行。但是更早之前呢，有一部叫做《Hank》。黄昏晚轮传说，对，这一部应该是这种类型游戏题材类型呢最早最早的一部动画。对，它一开始也是小说漫画，然后变成动画啊。这部呢当初好像没有完整看完，它故事其实一开始还蛮沉闷的，不过那个游戏那个动画类型在当时算是一个蛮崭新的类型哦。好，黄昏晚轮传说应该很少人看过，看过的话就暴露年龄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之后就是刀剑神域啦。那其实刀剑神域呢，它最早最早的小说、网络版的 web 版的小说呢，其实好像也跟黄昏晚轮传说几乎是同年代。不过因为刀剑神域后来推出很久之后才变成小说单行本，然后之后才变成动画。那也是因为推出单行本之后呢，它才流行的。对，刀剑神域是很后面才流行的。其实刀剑神域已经写了十年了，已经有十年多的历史了。好，刀剑神域应该不用介绍，大家应该都看过。好，那刀剑神域之后呢，同一部作者川原丽他写的下一部游戏风的小说叫做《加速世界》。这部应该也蛮多人看过，但是它的流行度没有比刀剑神域高。好，加速世界呢，它跟这种 online game 型的这个网络游戏不太一样，它是网络对战，然后是格斗游戏，然后一样有一点养成的要素，打败敌人可以取得点数，然后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，然后点能力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的格斗游戏。不过那种游戏呢，它在这个动画中它是一个特别的游戏，就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下载，但下载之后呢，你的大脑可以加速，然后就可以产生类似时间暂停的能力，然后可以影响现实中的生活或是活动。对，蛮科幻的。这个故事好像比它设定的故事应该是比刀剑神域再晚个十几年吧。对，一样是人一出生就佩戴了一个电子仪器，要随时都是跟网络这个连线的一个状态下，是刀剑神域之后十几年后的年代的时代观。好，之后呢有一部动画叫做《记录的地平线》，这部动画作者跟《魔王勇者》是同一个，那它是主要是描写游戏的故事，那这个就是经典王道的网游小说。那不过这部网游小说呢，它比较没有像刀剑神域那样有一些主角的 OP 的技能。对，这部算是比较公平性的，其实主角算是一个比较弱势一点点的。对，强的是他的那个计谋还有他的技巧，就是运用一些技巧让本来不能赢的战斗可以变得可以赢。所以他算比较没有后宫，然后比较没有 OP 的技能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部动画，记录的地平线。这部动画其实我还蛮爱看的，不过他的流行度好像没有很高，看的人好像不太多，知道的人可能比较少一点。好，那最近呢有一部动画叫做 Overload 的不死之王。这部动画也是以网络游戏为主，那这些网络游戏的动画通常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久以前玩过的游戏呢最近出了重大的改版，然后很久以前封顶的人呢偶尔回到了这个游戏，那一回去之后呢就出不来了。大概是这样子，跟记录的地平线还有 Overload 的开始的游戏关大概都是这样子，进去就回不来了啊，因为什么更新啊，然后不少出了什么错啦、或是什么 bug， 然后就回不到原来本的世界中。那 Overload 呢一样是以描写游戏中的故事为主，现实中的故事比较少提到。那这部动画呢比较特别一点，之前提到的动画化游戏通常都是玩家对玩家的故事，那 Overload 呢是玩家
目前动画只有提到一个玩家，一个封顶的玩家，他是一个工会长。那他里面游戏世界的人只有遇到 NPC， 对，他没有遇到其他的任何活人，任何的真正的玩家。所以他目前的故事是以玩家对 NPC， 然后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发展的故事。啊，这部动画呢风格比较特别一点，他是骷髅，主角是一个骷髅。其实这种游戏化的动画呢应该还有很多，但是我看过的大概是这几部，然后比较知名的大概是 这几部、哦、总共有五部。那这种动画对喜欢玩游戏的人应该会蛮有吸引力的，应该会蛮爱看的。好，这边稍微介绍一下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哦。好啦，那今天马上进入我们第二三展的罗音展展咯， Link Stardo。好啦，我们先从那个中介地谈回来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一把新刀，就是之前说过的乌卡的那把水属性的刀啊，因为那把可以对安德造成一些特别的伤害。好啦，那我就可以把女仆先放出来了。好，鲁花，他冲出去嘞，冲去哪？哦，苦力怕，差点。好，我们来做点，做个武器。小麦，小鹰，好，哎、欸，外面有一只牛头人呢、欸，米托罗斯，米陶洛斯，哇，哇，血量那么多，血量600多，精英级的米托罗斯。好，哇，还会失明。好，这个新怪呢是之前装的那个盖亚的法典里面中，算是 BOSS 级的角色，米塔洛斯，血量超多哎、欸，而且还黑暗，好黑哦。好，女仆两位女仆不晓得能不能打得赢他们。应该可以吧，看一下。哦，解决了耶，好强哦、欸！不过他们一直中毒下去，糖也是耗蛮快的。好，解决掉。刚才掉了什么、哦？哇，这什么东西 ？Golden Apple， 哦，黄金苹果的一半的一小块。好，哇，一小块就有恢复4哦。不过这个只有30秒，秒数比较低。一揪的那个啊，黄金苹果，好，黄金苹果不用整个吃，一揪一揪吃也可以。好啦，我们来做刀。好，那这把刀我已经把它砍到2000杀了，都已经花了好几个晚上在我们那个阴暗的地下室中一直砍，一直砍，一直砍。好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终于达到2000杀。那2000杀之后呢，我们要做这把神威刀乌卡。好，那需要冰块，还有雪、青金石砖跟水桶、刀魂珠。好，我们冰块没有挖，我们来扫冰块。对，我们去挖点冰块好了。好啦，那冰块的话，看一下、喔，冰块的话要那个石头之处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用这个也可以挖这个。这个碎石工具、玉髓工具也可以挖。那最近的雪的地方在这边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水冰块。好，我们就往这座山上过去吧。好啦，终于到了。哇，这边还有施救兽。好，这个一样是盖亚法典的生物。盖亚法典里面超多怪物，然后还蛮特别的，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。好，有冰块啦，我们来挖点冰块。那对着冰块，用这个玉髓工具呢，给他按右键，他可以耗费比较多的耐久，然后直接挖出来，直接挖个冰块出来，超方便。有没有？右键直接挖，左键是把它破坏掉。好，哇，超好挖的耶，我们就把它都挖回去好了。这个耐久其实还蛮高的，耐久颇高的，一次花2耐久。好，敲一颗冰块花2耐久，不算高。好啦，然后雪也要挖一下。
要做成血块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，一样是一次挖整片，雪球也是一次挖整片。好啦，好多了，应该够了。然后雪砖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就一堆雪了。好啦，差不多材料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我刚刚在挖雪的时候啊，发现女仆有很可爱的音效哦，大家听听看。有没有听到他打喷嚏了？好，看来是到雪山这种比较冷的地方，高地的地形哦，他们会打喷嚏耶，非常可爱。好，打喷嚏的女仆，好啦，要回去啦。好，准备一下材料，刀魂锭我们要四个。哦，四个刚刚好。那接下来要把哪拿去烧烧烧烧烧？好，那我现在还剩什么呢？看到冰块、雪球、雪，然后水桶跟虎杖丸。接下来上面好像要一个青金石锭、青金石砖。好。金石砖，好，大家可能发现下面空一个洞，对不对？下面原本是一个还原的那个那什么还原的组合箱，还原的工具台啦，工作台。啊，不过那工作台呢，它就是我平常玩游戏它会读取非常久的原因哦。因为它会让所有的合成表都逆向反推回去，所以我们的合成的方式呢会变成两倍哦。原本我大概模组大概装一装，可能大概有两三千个那种合成表，那再装了这个还原的话，它就变四五千个了，所以它的读取数量、读取时间会变得非常的长。所以呢，虽然它的功能很好用，不过。我就暂时把它拿掉好了，冷痛拿掉，不然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啊。好啦，那我们来刀魂珠有了。好，这样子。还没有出了什么问题呢？看一下，掠夺一五千哦，好，它的锻造数要20啊。锻造数居然要20啊！好，算你狠。我再去修炼一下。噗，好啦，我终于把我的神威刀终于把它锻炼20次啊，花了很多时间。然后终于可以合成这把乌卡了，乌卡神威刀。那这把刀很特别的是，它是水属性的。对，有看过什么刀是有属性的吗？就是这把刀啦，啦，这冰块就放这里啦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把刀吧。乌卡，它长什么样子呢？旁边有僵尸然后跑进来了，还有鸡都跑进来了。好，这把刀其实跟原本的神威刀其实还蛮像的，然后是蓝色的。好，有没有一个比较近的镜头呢？这样子。好。一样是图腾，然后上面的纹路变成蓝色的。嘿，刀伸出来的话，有水有没有？刚看到有水，哦，水都喷出来了，潮到出水就是这样子啦。好啦，一见面就给我一个火焰弹吗？来试试看，它的技能其实就是有点像剑气的东西。好，它叫做水蓝。水属性的剑气，那这个特别的方式在哪里呢？它好像还会爆炸哦，剑气加爆炸，好暗哦，我要看画面才知道效果是什么。好，就是这小家伙一直给我黑暗。好，终于天亮了吗？水蓝。剑气加爆炸，好，
虽然是看起来还蛮普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拿来打安德会有好用的效果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出发去中继了。那出发之前呢，大家还记得狗狗吗？之前我在村庄，其实我后来有去换两只狗狗哦，在这里怕它乱跑，所以把它停在这里。噔噔，有两只，而且它们会冒着橘色的光，橘色的这个气。好，那这效果呢？它很可爱，它还可以戴帽子哦。谁打我？狗狗去咬它，狗狗去咬它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大白天的那么多。好，我们两只狗狗呢？他们会自己回血，他们会自我再生。哎，他们血量有44。好，这是我在那个村庄买的最优秀的狗狗，啊，花了我40几颗宝石呢。好，其实还蛮好用的啦，血量蛮多的，只是它攻击其实就2到3左右，所以我很怕就是遇到太强的敌人，他们其实打不痛，打不太痛吧。小只的给你们试试看。好，两只，哎，它还咬着骨头，哎，两只狗狗。好，那这狗狗呢？我不晓得能不能喂它吃。我来做点这个饲料好了。狗食，这种狗食它不知道吃不吃，这是另外模组的一个狗食哎。狗狗呢？它会吃吗？哎，好像没有反应。它在上面跳来跳去，这是在吃的意思吗？好，哦，另外一只狗狗怎么不在？另外一只狗狗这里，看我能不能把它收进来？哎，不行哎，收不起来。这狗狗好难收哦。好，看来不行哦。这种的狗好像跟一般的狗不太一样啊，不能直接喂养的样子，好像也不能繁殖吧？看来不能繁殖了。那喂它吃腐肉应该还是可以啊，可以吃腐肉。好，好，两只狗狗可以合体吗？合体了，出现了 baby 狼，而且一样戴着帽子。然后它们的颜色，哎呦，黑色的哦。哎，是不是黑黑的啊？还是小时候长得不太一样？小时候有点黑，不过生出来的狼好像是一般的狼哎。哎，狼好像是一般的狼，好好可爱，腿好短，腿好短。它的品种是不太一样，因为我装的这个模组呢，狗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品种。好，那狗狗它的尾巴都竖起来，尾巴竖好高哦，这是很开心的意思吗？好，一个咬骨头，一个没有咬骨头，到底是一公一母的意思吗？然后小孩子，这时候小孩子好像没办法再喂养了哈。好啊，那我现在放这种狗食，它不知道吃不吃，会吃吗？嗯，好像没有要吃的意思。好，我记得这个好像也可以用染料来换颜色的样子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没有咬骨头的，给你粉红色。有变了吗？没有反应。有诶，项圈变粉红色了。好，给你黑色。有了，连帽子都变了。帽子都变黑色哦，这些狼到底看着水都要做什么？很想喝水吗？啊，想喝水吗？哎，欸，来哦。好，帽子，戴帽子真的好可爱哦，粉红色的帽子。好啦，我们的狗狗大概是这样子。等这个长大好了，等我们去打完中继龙回来，应该可以长大了吧。啊，我们带他回去，好，回去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。好，因为小狗狗没有这个 buffer， 血量也没有比较多，好，他们就是一般的小狗狗而已。好啦，在要去中介之前呢，大家来逛一下我之前在地城中发现的一个超大的酿造台酿造室。好，这边的资源超级丰富哦。好，这边会有一些
看起来像合成表的东西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不太像。好，那这边有超多酿造台之外呢，它这边还有超多东西，它这边都有分类，这个地方真的是超丰富的，所有材料酿造材料它都有分类在这里。眼泪没了，好，眼泪比较缺一点，稀有材料比较缺。好，还有河豚，哇，超多东西，太棒了！我这边要酿造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好啊，之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呢遇到的之前那个法师哦，打到那个爱心杖的地方，就是这里巫师帽、法师杖。好，这边各种素材、各种材料，要黄金做什么？应该是金锭吧。好，然后各种材料、空瓶啊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，超方便。这个我没有帮他做任何事哦，他原本就是这样的构造。好，这个地方真是非常的好，把它抢过来之后呢，变得我就把它弄成自己用的地方了。好，整片图书的感觉啊，非常的棒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到中介去咯。那这边呢，我先把女仆收起来了，怕太危险，我先把它收到神奇宝贝袋里面，我怕他们掉到虚空外面就回不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前进咯。Go！ 好，中，好多怪，居然跟陆地不相连，离这么远吗？好，我这边先把它叠过去。一开始的地形就这么坎坷啊，这么坎坷。好，希望他不要偷打我，应该不会主动打我吧？让我铺个路。好，中介龙不要把我撞飞就可以了。好，到了，哇哦！超多怪，我的天哪，也太多了吧！哦呦，是不是精英级的怪在打我？好，这个呢是盖亚法典的新怪物哦，它叫做 Ender Dragon Girl， 中介哦，有人在打我哦，哦，中介龙飞过来了，哦，刚打中介龙打好痛哦。好，刚那个 Ender Dragon Girl 人，中介龙女吗？中介龙，哦，他在看我了，哦，冲过来了。一群人冲过来了，好，这个一样会瞬移，跟安德是同样的那特性。好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我是被龙撞了，龙也飞太远了吧，跑来这里来，把我撞飞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准备一下食物。好，那中继楼呢？又不见了。我们这边先去打水晶，好，我先叠上去。好，中介龙呢在哪里？好，先上去把水晶给破坏掉。好高哦，这里。好，到了。我们用肉身挡还挡得住，不愧是我们的黑曜石装备。好。接下来的在哇这么远，好，我们直接飞过去吧。会跳跳，好啊，减轻了掉落伤害，二段跳加空中漂浮啊，解决。这个好高，这也是有一个洞。哦，赶快来破坏。中介龙是不见了。中介人呢在纳凉吗？再不出来我就把你的水晶通破坏掉咯。这把乌卡刀呢，其实原本对这种安德生物呢是可以安心的打他，然后不会让他们瞬移的，因为他有水属性，然后他会以为是水在打他，是以为是流水对他造成的伤害，所以他就不会瞬移跑掉。不过呢，可能是我们装了太多模组吧，觉得它变聪明了。然后像是盖亚法典那个龙女呢，龙女也不会受影响，他们血扫的时候还是会飞走。好，直接砍你。好，他是好像被我砍退了，来吧，你的中介水晶哦，这边还有四个，我们伤害有够高。死我的次元斩呢？好，次元斩不够远，不够近，可以走嘞。来哦，来哦，好远哦。
他不要过来啦。欸，他给我绕过去补血，太邪恶了吧。给我偷补血。还是先猜一猜好了啦。哦 ,End 来了，龙来了。先叠上去。好，叠没了耶。方块用完了，木头。好，哇哦。来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两个。这么多啊。哎呦。哦，还有 End 女孩，另外一种模组的女孩。知道这边 End 就有三四种生物啦。End 变得很丰富，有没有？怪物变得超多，不只是安德啊，有龙女，还有安德女孩，其实还有一个安德苦力怕哦，这边刚好没有看到。好，这个剩两座塔，剩两个了吧？好，这个松鸡龙真的很偷懒耶，在我猜水晶的同时就不出现了，离远一点好像就不出现了。好，那我这边直接叠过去。好，这边不用远程武器，所以我没办法用弓箭把它射下来。好，没有，你就直接例行直接过来砍，才是武士道的精神。那，嘿，哇哦，还好我们的铠甲真的是很厚啊，连这种中介水晶爆炸的伤害都没事，太猛了。哦，冷冻的安德。哦，这边安德有各种属性，艾斯安德。哦，人呢？这里，吃我的水蓝啊！闪电安德哎 ，lightning。好，不过他倒是蛮弱的。好，哎、欸，有他不理我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安心打。好，一般的安德，一般安德比较笨。精英级的话，血量少的话，好像还是会闪，还是会闪躲。好哇，这个女孩不好打。好，这种一般的安德，我们就随便打啦，打脚随便打。是被电啊，被电了。那个闪电安德好像会电人呢、欸。解决。好，这种远距打他倒是不会瞬移啦，倒是不会瞬移耶。啊，近距才会。好啊，话说我们的中介龙咧，中介龙咧，中介龙的区域到底是哪一块？它的辖区到底在哪里？哦，好，中介龙呢？快出来哦！好，看一下小地图，嗯，感觉差不多啦。哦，出来了。这一块好，这一块附近才有出来。好，中介真的太大了。好啦，龙在哪里呢？看不到龙嘞，在哎、欸、在那里。好，看到你了，吃我的水蓝吧！好远，好高，快点下来。那去哪里啦？可恶！这样飞那么高，我这样很难打哎、欸。我这边只能等它降落吧。哎、欸，狼嘞？狼啊来了！哇，他直接冲撞我，直接把他打回去。好，可恶，跑掉了。哦，伤害十几滴而已。他中间龙血量其实也才200耶，倒是不多嘛。这种血量还蛮少。好，远程攻击距离有限。哇，我这样打一下才十几滴。好，他被我打一下他就回头了耶。是我们伤害比较高吗？好，我直接用砍的，用砍的伤害比较高。哦，好想跳到他背上砍他哦，好想砍他。我准备好按着蓄福车，然后砍你，这样伤害应该有两倍。好，哎、欸，还差一点，剩40滴。好，剩9滴血了，最后一集，看一下最后一集
我们就来给他一个斩。哎，没斩到，跑掉了。来哦，不要害羞了，冲过去追你了。好，砰，解决了。哦，掉爱心耶，然后还有掉一把刀啊，这把刀是中介的刀，炎魔刀，炎魔刀。好，赶快吃经验值，中介龙的经验值超多的啦。好，中介龙打起来倒是蛮容易的，只是我们近战不好打。好，终于得到了。那这把炎魔刀呢，它之后修一修可以变成一把中介专属的刀。那我们龙蛋顺便拿一下好了。诶，龙蛋呢？飞去哪？啊，飞来这里。好，龙蛋要拿的方法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。总之我们先挖一下，然后在龙蛋下面放个火把之类的，然后再把它下面的方块挖掉，这样它就可以变成 物品状态的龙蛋了。好，我的龙蛋呢应该被吸进包包里了。好，那这个龙蛋呢，它可以合成一个，这个是逐魔组里面的一个未知稿子。这个功能其实我也未知，因为我没有合过，这个不晓得有什么用途，之后可以来试试看。未知稿子还有 label 还有等级，也许是可以升级的稿子吧。那这种我们用这种这个可以合成龙蛋，不晓得能不能合。这个好像需要某种特殊的这个附魔球的样子。好，这个也没有合过，之后再来看看。好，那中介石呢？中介石我们要偷挖一点回去啊。中介石我也挖，稍微挖一点回去好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了。我来挖点中介石。好，来挖中介石的途中呢，顺便砍一下安德。顺便搜刮一下我们的那个中介之眼。好，这边怪物超密集，闪电的。好，安德加上精英怪。哦，我看到那个 Ender Creeper 了。好，惨死一片啊！这边怪物也太密集了吧 ！Ender Creeper，Ender Creeper 出现啦！哎，不见了，死掉了。好，我们 SS 级的话，我们评价 SS 级的话，一刀大概打三四十滴。好，一般的安德几乎一刀秒杀，连瞬移都来不及瞬移走。好 ，Creeper 耶，不见了。喂，好强哦！我是被瞬移炸了。被安德 Creeper 瞬移给炸飞了。好哇，这边安德真的是好好杀呀，好好砍啊。好，中介珍珠啊，用不完了，中介珍珠用不完，太好了。好，中介珍珠应该是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哇，安德女孩好高哦。好，把他们解决掉。哇，安德女孩好大只，不见了。好，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是有点饿啊？我的宝石度好像快没了，就看它的图案怎么变泡泡。吃个腐肉，好，掉好多东西哦。好啦，差不多我们的中介珍珠应该超多组了吧？好啦，我们可以往那个回去了，我们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了。哟。好，不过目前这个版本是 1.7 哦。如果你玩 1.9 的话 ，1.9 线性版的话，中介就会有中介之城哦，中介的都市，然后中介的迷宫啊。到时候 1.9 应该会很有趣，啊，中介会很有趣。不过现在没有，我们就回去吧，回去喽。当当，我们的录音展展麦克夫总算是全破一轮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模组，在我们这个模组中呢，打完中介龙并不是结束，它只是一个小段落、小斗点而已。
之后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。除了暮光森林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巧克力生态系，我记得有一个巧克力世界的样子。对，那个在那个巧克力平原那边啊，有几率好像可以打到这个通往巧克力世界的一个传送门的东西。对，之后再去看看，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去。好，然后还有暮光之城，暮光之城应该就可以打很久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的装备这么好，我们的刀那么强啊，打这个暮光之城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。对，我们之后就把它快速解决掉，去探索看看。好啦，那我马上就先回来啦。那我来看一下、我这边爱心应该可以直接吃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血量五条欸，我们的血量五条欸，超可怕。而且我们的等级提升到97了。97的话呢，我这边可以先点一下技能。我之前已经好久没有技能可以点了，因为我们之前等级都花掉了。那我这边刚才练刀，然后又打中介龙，等级提升到超高。我们来点些什么好呢？我们来点挖掘好了，挖掘了它容易挖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还蛮有趣的。那这个点数最高50点就点满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好像也没什么好点的啦。灵巧，好，跑更快一点。好，挖矿，矿物倒是够多了，挖掘够多了。其实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啦，因为这个模组真的是非常的富有。好，我们到处挖，到处跑。哇，点数还那么多哦，我们现在还有27点。要点什么啊？农耕我们暂时也不太需要。好啦，我们就跑快一点好了，跑超快，降落技巧不会跌落受伤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还剩12点，这么多点。突然不晓得要点什么，有点烦恼。好，这个把它点好了。好，挖掘，好，97等。哇，我们等级就先留着，练到100等好了，也许会有血量会再增加吧。好啦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把折断的研磨刀呢，它需要9个刀魂珠拿去修理，可以变成磨刃研磨刀研磨刀。好，这把刀。好像还好，这把刀其实好像没有很特别，不过样子好像还蛮帅的。它的功能倒是普通啦，它有一个尖刺，就是人家打我，它自己会受伤。研磨刀，好，不过刀魂珠，我现在灵魂，我的刀魂好像有点不够，刀魂不太够，啊，花掉了，剩5个，等之后再练练刀好了，练练刀再说。好，那我们解决松金龙之后呢？我们这一集看来时间可能先差不多先到这边了。中介珍珠好多，我看一下中介珍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？遗忘之书是可以把那个我们技能点重置的书，然后 Doka Chest， 哎呦，这个好像是不同的箱子哦，不太一样的箱子，我们之后来做做看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中介雪球，Evolator。好，这个是电梯，好，然后这是压缩的中介珍珠压缩，然后好像差不多，我们中介要做的好像不多啊，中介球要做好像不多。Golden Eye 是什么？黄金眼，这也是 Open Block 的东西，看起来有点高科技，我们应该用不太上啊，用不太上。好，铁木刀吗？铁木刀，好，这个木刀做的铁木刀呢，这个也是一把拔刀剑里的刀。那这把刀呢，倒是比较普通一点，这把刀好像没有后续的刀了，对啊，铁木刀好像就这样子，就是铁木刀加减用，它的能力不太强。不过我们之后材料有够的话，可以做出来摆起来看，摆起来好看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啦。我们把女仆解放一下吧。干巴里哟，干巴里哟。好啦，那我们收集到一大堆中介珍珠呢，可以顺移来顺移去。好，可以直接到2楼。也不行，刚好卡住。
不能直接到二楼啊，会撞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之后呢，先把研磨刀修一修，然后我们试着往那个暮光森林前进吧。好啦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レッド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お送りします。